最近开始进行哦，啊，今仔先来唱一下这个主题曲哦，来唱来听。草帽啦啦上啊草啊起起哦，草帽啦啦上啊草啊挂起。Thank you.
1929年5月，一个半暝，无天无云，气温29度，台南运河边传来一个声音，砰，落水的声音。这是一对少年男女，不是谋杀、毒杀，是自杀。这对男女被人发现的时阵，身躯是要破烂、白做灰，伫咧运河的水面浮浮沉沉。这个查某死者，听讲是新店南华园第一个推，叫做金块的阶段。受着烟花吃歹命，金块讲予五十听，风流我也毋知影。这条的路无要行，趁食我是无希望，阮嘛想要来嫁翁。烟花归尾真凄惨，五人前途归死人。所以啊，这个派出所啊，设计无甲一礼拜，遐你又搁发生两届这个跳河自杀案件。上出名的首人有南华、松阴楼、金花园，搁有高美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即马即个西门医院顶头的台北婚纱，法国台北婚纱，吼、哦，台南人应该拢知影。即、这个每一天啊，日头落山的时阵啊，森林地区就是安尼，红顶青荫，下山流水啊。本人啊，知识分子这高阶杂人士啊，都拢烧酒，伫咧酒家内底啊，饮酒作乐，吟诗作对啊。这下段家人啊，会陪咧饮酒唱歌，甲查甫人啊，唱着南北管，配着五柳枝啊、鸡鸭米糊米啊、红尘米糕等等，这下台南的酒家菜，也会当点分盘。